我是虚拟主播韩林，近期跟大家介绍是《卧虎藏龙》电影中竹林比武的一场剧情。最近我团队在整理陈峰的影片资料库时，找回了大批当时《卧虎藏龙》的工作拷贝，勾起当年拍摄是一些趣闻，近期可与大家分享一下当年电影是利用副片菲林拍摄的，然后在冲印厂印制正片，供应后期剪辑使用，这便是电影行业内统称的工作拷贝。看过电影《卧虎藏龙》的观众一定还记得章子怡的玉娇龙与周润发的李慕白在竹间上殊死较量的剧情。导演李安利用竹子天生的柔软和韧性，把两代高手决胜于竹林之巅时那种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压迫感表现得让人叹为观止，也把中国武术内与外形与神类结合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年郁郁葱葱的竹海有60000公顷的范围，处处透露出原始的自然之美，是卧虎藏龙理想绝境的。但排期开设这场戏时一届深秋，拍摄当日1999年10月，竹海满山都是枯黄的竹叶，因演员档期的安排，拍摄大队还是硬着头皮到达现场，心里早已有准备，但竹叶真的黄得很厉害。导演李安双手抱头想了很久还是开机，到后期再修正吧。幸好当年后期制作团队技术上已掌握了分层调色软硬件的操作，能够把枯黄的竹林分层在后期工作中修正为清脆绿色，大队不需等待春天到临才拍摄。电影《卧虎藏龙》如期在2000年夏天公映，并在同年年尾参赛金马及奥斯卡金像奖项并获奖。《卧虎藏龙》是有史以来华语电影在全球各地影展获奖最多的电影。当时香港信息科技及广播局曾于2001年4月11日在礼宾府举行表扬酒会，由董建华担任主礼嘉宾。卧虎藏龙影片与在此之前的大多数武侠片相比较，没有一般武侠片那种笑傲江湖的豪气，亦或者君子报仇十年未晚的老梗。影片中取而代之的是类似于处世哲学般的思考和人文情怀的含蓄表达。很多人说李安的《卧虎藏龙》论述横贯东西九东方和华语影片来说，影片深刻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极其深刻的一点，李慕白的儒雅和压抑内心的侠客形象，和因为其退隐之意而引发的江湖上的恩恩怨怨，于秀莲和玉娇龙两个性格迥异的女性的情感纠葛，最后玉娇龙以一种跳崖的悲剧性结尾，这都些同时展示了东方社会、东方武侠的存在形式，没有腥风血雨，却将真实江湖拉到了电影院荧幕面前，你和我的心中。另外一则幕后趣事值得向大家分享的，就是拍摄第117A 场第199镜头时，剧情是章子怡被周润发压迫到竹制的边缘，
跌下竹林。一切准备就绪，准备开机时，章子怡与妖龙突然向导演李安问：跌下时要否睁开眼睛？这个镜头重复拍了7次才成功。章子怡全程睁开眼睛跌下来，是一位颇敬业的女演员。要知道，竹叶有尖叶的。影片能在国内外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元素或者武打场面，更多的应该是影片对东方侠客世界的了解和故事人物引起的共情共鸣，这是《卧虎藏龙》最为经典的地方。十年磨一剑，《卧虎藏龙》是优质作品，值得重温。